大家好，我是黄琳。今天的影片是六星角色优先顺序的推荐。上次更新这个表格是半年前的事情了。至于为什么这么久没更新呢？因为角色太多了，看到那么多角色，我头就很痛。今天表格上有六星的角色高达50位左右，但是这个六星优先顺序对于一些玩家还是有需要的。于是我花了一点时间想到底要怎么做。50个角色，如果一个角色讲一分钟，影片就有50分钟，应该大部分人都扛不住。而如果一个角色缩短到半分钟，然后呢，像未来式那样子分上下集呢？未来式上下集角色没有说谁就比较重要啊，单纯是登场先后顺序。所以呢，上下集的观看数正常来说不会差太多。但如果把六星优先顺序分上下集，第一集讲比较重要的，第二集讲比较没那么重要的，第二集大概会比较没人想看。而且我觉得25分钟还是好久，于是最后我就想出来的方式是，我在影片中只讲前两顺位的六星角色，其余角色就用简短评语的方式打在表格上，各位要看的自己看。简短评语呢，就真的很简短啦，讲不了太多东西。如果各位看完还有疑问，可以自己留言问。这一期先用这种方式试试看，后续观察成效再看要不要继续。各位如果有觉得什么希望的形式也可以留言。好啦，说完这一次节目形式之后，首先是很重要的标准。这次标准分为竞技场进攻、竞技场防守、战战推图、活动、露娜塔、地下城这四项是一个标准。最近有出了个新东西，是里地下城，是介于战对战跟地下城的模式。我有想过要不要把里地下城单独出来自己一项，后来没有的原因是因为本表格就是非常的功利取向。我认为强度的定义就是让你在通关抄作业更顺利，并且让你可以获取更多资源。而里地下城嘛， CY 把专武球放在10层奖励，随便打都有，后面奖励就还好，不打也不会怎么样。所以呢，里地下城我就不单独列一项了。如果专武球需要达到50层才给，那我就会把里地下城这个项目单独列出来。再来是竞技场评价，竞技场满分最高 2S， 最低是 B。然后呢，竞技场评价是一个蛮主观的项目，大家习惯用的进攻跟防守角色都会有一些差别，同一个防守队伍可能有几十种的方法有办法稳赢。有些人可能习惯用 A 队伍去打，有些人习惯用 B 队伍，有些人习惯用 C 队伍，大家的习惯不太一样，也可以说是流派不同。应该说只要会熟练使用2S 等级的角色加上部分 S 级角色，就可以在竞技场通行无阻了，剩下很多角色都是可有可无。所以呢，部分你很常用的角色可能在我这边评价不怎么样，又或是你几乎没有在用的角色在我这边有不错的评价，都是很正常的事情。竞技场强度我给评价的参考来源是，第一个是我自己使用的频率，第二个是我在我的群组看到别人用这个角色的频率。如果你不同意我的看法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大家讨论一下。那战对战评价就比较客观了，队伍伤害高就是高，低就是低，就看看出现在最高伤害队伍中的次数就可以了，应该比较没什么争议啦。战略战评价最高到 3S， 最低是 B。 然后呢，战略战评价是以日版最近4个月的评价来看的，有一定的未来式成分。接着是顺位怎么排的标准。第一顺位的标准是所有场合强度最低不能低于 S， 经常部分只要有一边有 S 就算。第二顺位的标准是至少有一个场合有 2S 或 2S 以上表现。第三顺位的标准至少有一个场合有 S 以上评价。第四顺位的标准至少有一个场合有 A 以上的评价。好啦，该讲的应该都讲完了，接下来就开始介绍角色吧。首先是第一顺位第一个角色，观众们严重怀疑上传者夹带私心的朱熹。朱熹是前卫防御兼单体输出，特色是 UB 打魔法，角色有伤害加成，而且会特大降低物防，打物理角色就很废，也不会降防，是一个专门打魔法的角色。在进场方面，由于目前没有什么很强的嘲讽坦克，所以呢，朱熹大部分时间都能成功抓到对面后排，配合艾明斯跟进化有不错的表现，是我竞技场常用的进攻队伍，之前频道也有介绍过啦。然后呢，我还知道有一堆人把内队拿去放防守队，虽然我知道台版有不少人把朱熹放防守，登场率应该还行，不过我个人觉得不是特别强，所以呢，防守强度只给 A。如果各位去看别人的六星推荐，大概不会看到朱熹竞技场强度给的比我还要高的。不过我频道除了介绍强度以外，这个角色在竞技场要怎么用我也会教，比起推荐完强度却没教你怎么用的表格来说，应该比较有用啦。战对战方面呢，朱熹打魔法 BOSS 会偷 TP， 让王少放点 UB， 自己则是可以频繁的降防，对面破防能力强大，
在魔法 BOSS 的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，后续打电火鸡、雷雷跟武王羊头怪都有上场机会。总之朱熹目前在各场合都有不错的表现，是第一顺位优先推荐的角色。第二位角色是很快的莫妮卡，中位辅助兼妨碍，特色是本身体质算比较硬， UB 有范围伤害跟控场以及全体加速 200%， 在近一场搭配艾美斯有不错的效果，在战战也是搭配艾美斯有大量上场机会，可以说是艾美斯的好伙伴，在所场合都有很多上场机会，第一顺位推荐。第三位是真布，后卫补时间辅助，一季会单补跟加物防， UB 则是会补全体角色 TP， 赋予持续恢复 TP 的状态以及提升全体物防，加上真布本身物理硬度算蛮硬的，放在防守队伍里不容易被物理角色打死，也可以帮其他角色补血加物防，是拖时间防守队很棒的角色。战略战方面呢，偶尔也会有上场机会，然后就是真布在开场满 TP 的时候表现很神，打露娜塔、里地下城都是神角。综上所述，真布也放在第一顺位推荐。第四位是吉塔，前卫物理输出兼辅助，特色是本身会频繁的自补 TP 去放 UB， 以及偶尔会补全队的 TP， 本身伤害很痛，加上补 TP 效果也很实用，在竞技场偶尔会看到有人用，在战战则是相当重要的角色，是台版现在物理队的老大。而在日版，吉塔物理队老大的地位已经丢了，退位成物理队二把手了，后续战战还是有很多上场机会啦，目前没有失业危机，第一顺位推荐。接着是第二顺位的角色，第一个是酒鬼，中位补助兼补师，一季是单补加魔防跟赋予持续恢复，二季是补 TP 最低角色 TP， 开场第一动就是二季，通常是补四号位，只要酒鬼等级足够，被酒鬼开场补到 TP 的角色都能一动后放出 UB， 让酒鬼进场不管是进攻跟防守都非常的实用，毕竟进场就是谁先 UB 谁就能取得极大优势的地方，然后 UB 会补血我方全体以及帮全体加魔防，还有展开一个魔法无效盾，可以让我方扛魔法变超强，这个效果在竞技场相当实用，在战战最近比较少用了，酒鬼会上场通常是补偿刀，完整刀很少看到酒鬼了，总之第二优先推荐。第二位是雪飞，中位物理输出破防兼辅助，六星只有输出辅助跟输出的综合能力很强，战战完整刀伤害可以达到破千万，加上还有破防跟辅助，就成了战战很棒的角色，在物理队里上场率很高，台版大概三月会出六星，第二顺位优先推荐。第三位是泳装黑猫，后卫魔法单体输出兼破防，破防跟输出的综合能力不错，台版最近是强势期，配合艾梅斯在战战有蛮多上场机会的，可是日版有了公主黑猫专武之后上场机会少了蛮多的，加上日版这个月双击登场，可能又会压缩到泳装黑猫的上场机会，如果你现在就能做出六星，还有几个月能用啊，如果两三个月后才能做出来，那就有点失业危机了，后续不知道还剩多少上场机会，目前放在第二顺位推荐，过几个月后有可能会掉到第三顺位。第四位是智，前卫物理输出兼辅助， UB 有小范围加速以及帮队友提升很高的物攻，台版预计下个月出六星，出了六星之后主要是靠着那个很强加速，暂时把吉塔挤下物理队老大的位置了，最近几个月六星智在物理队登场的次数比吉塔还多，而且智在东标网也有不错的表现，东标 BOSS 也有上场机会，是战战玩家必备的物理角色，唯一值得担忧的是日版最近出了六星黑旗，六星黑旗也会加速，而加速角一个队伍里放一个就够了，所以黑旗跟智两一起放效益很差，六星黑旗蛮有可能会影响到智的上场机会，智后续还有多少上场机会，还能不能继续当物理队老大，值得观察，目前放在第二顺位推荐。下一位是优一，后卫补时间辅助，优一的特色是 UB 会全体补血开物理护盾加物防还有加速，在竞技场扛物理队很神，是拖时间防守队伍里很强的角色，在战战则是偶尔会登场，上场机会不算多，总之第二优先推荐，想要打竞技场的话蛮推荐的。然后是布丁，前卫物理坦克，布丁的特色就是回避率超高，整天闪避，加上一季会无敌一段时间，在 auto 开招的进场有几率让对面 UB 打在无敌上，是个令对面非常头痛的角色，大部分玩家都是用法系角色去打布丁，比较少会用物理，但是后面日服出了一个坏坏角色来保护布丁大魔，那就是僵尸松鼠，僵尸松鼠可以暴打对面魔攻最高角色来保护布丁，这也让布丁在进场成为更常见的坦克了，目前我日版 EV 群组前50的防守队有超过40个布丁，是目前的进场神坦，进场玩家必做，第二优先推荐。
最后是黑崎日版这个月的六星角色，目前强度不明，有待观察，我预计他会在第二顺位啦，至于是真的假的就等时间验证吧。 OK， 以上就是这次影片的全部内容啦，剩下就看表格了，如果看完还有疑问就再问吧。喜欢的影片可以点喜欢订阅并分享，然后要开启订阅旁边的小铃铛，才能第一时间收到本频道的通知哦。感谢各位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